Hello， 我终于嚟到英国啦。Hello， 我而家去紧机场，准备咧就喺今晚飞过去英国嗰度去睇波，系啦。咁但系咧，我而家唔可以讲太多嘢，因为咧我哋都其实有少少赶时间。但系呢一次旅程咧，原来系唔知几多年嚟第一次去旅行，唔系翻香港，系真系去旅行。我哋行啦。我而家咧车紧自己去机场，咁啊架车咧一阵就要劳烦阿 Gigi 咧就车翻屋企啦。呢条片咧系由 Gigi 赞助嘅，因为架车系佢嘅，我就借咗佢架车嚟，咁去机场系啦，好轻揸翻去，出翻个 Gigi sponsor。我哋又一起估下今次有几重啦，今次应该比上次翻香港更加轻啊！我估可能10kg都唔知道有冇啊！我本身谂住 online check in， 但系 check in 唔到，唯有咧就喺呢度。好彩都唔算太多人。哇！第一次坐呢个卡塔尔航空啊，好似话都系 rating 好高嘅航空公司嚟噶。Hello， Doha。Actually going to Manchester via Doha. Is there any available seat near the aisle? Sorry, sir. No.It's all full? Yeah. Oh, God. Okay. Ooh, 10.3 on it. Love again, I don't want to miss a blessing. Carolina. Yo.我哋已经过了关，来到个登机闸口隔离了。同上次相比呢，今次好似用多了时间，我刚才等 check in 的时候都等耐了，跟住过关那些也都用多了时间。所以呢，现在其实大概仲有10分钟就开始 boarding， 开始登机。那我都长话短说了，不讲太多了。好黐线的这个 trip，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我将要坐15.5小时由 Sydney 飞去 Doha， 在那里等3粒钟，然后呢就由 Doha 飞去 Manchester， 整个旅程大概就是26小时的。而更加黐線的地方是我只是在那裡逗留2.5日，在英國逗留2.5日，跟住就回嚟 Sydney 啦。換句話講，其實我在空中和在地上面逗留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因為去程26小时，回嚟都是26小时，差不多都2日的。我只是搭飛機都用了2日時間，而我在英國逗留都是2.5日啫嘛，咁所以其實真的差不多。有咩驅使我咁大決心嚟英國呢？很簡短一句就是話咧，利物浦的教練高普佢話教埋今季就退休啦，咁所以咧，我作為一個很忠實的利迷咧，就趕在佢退休之前睇翻場。我上到机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今程机系点啦，好似系坐 A380嘅第一转，系啦，我一阵再影俾大家睇。而家去厕所，跟住准备登机啦。Thanks for flying, welcome aboard. Thank you. Thank you. 55A 好就呢度，哇，呢度，哎呀，要坐呢个窗口位。咁樣啦，然後下面咧有個咁樣可以拎出嚟嘅遙控啦，係啦，咁一陣就可以睇下有啲咩氣體啦。然後呢度咧都係有啲咩咧，有個headphone啦，跟住有個枕頭啦，然後咧有張毛氈啊，哦佢有耳塞，有呢個牙刷、牙膏，同埋有眼罩啊，非常好啊呢、這個。死啦！唔通係壞咗？我呢个系冇反应。終於到了多哈了，現在可以下機了。Hello， 我現在已經來到多哈的國際機場了，坐了16小时啊，頭先都幾辛苦，唔係瞓得幾好啦。我嘅策略咧就係一開頭乜都唔可以做，食完個飛機餐之後咧就瞓覺，之後就睇下會唔會咧拎個電腦出嚟做下嘢，但係最後係冇做到嘢嘅，喺度磨咯，睇下瞓唔瞓到啦。On and off 都有瞓到覺，而家咧我就係要揾個 lounge， 因為我 book 咗個 lounge， 就諗住去沖個涼。
我就是要去呢一個，俾多咗100元啊，100元澳紙咧，就係諗住可以喺轉機嘅時候沖個涼嘅。咁而家咧就上去。Hello, morning. When I booked the flight, I also paid extra for the lounge surface. Okay. The boarding pass. Yeah, sure.俾大家睇下呢度嘅沖涼房啦 ，lounge 嘅沖涼房。頭先個清潔好好人俾咗個牙刷牙膏我啦，跟住咧呢邊就係毛巾，然後咧啲洗頭水啊、沖涼液啊就喺嗰度，急不及待想入去沖翻個暖水涼先。搞掂舒服曬，坐完長途機之後可以沖個涼、刷牙、洗面咁樣咧，真係好舒服，係抵俾嘅呢個 lunch 錢，點都要俾嘅啦，冇辦法，因為我一陣間仲要坐到8個幾鐘先至去到英國，而家距離下一班機嘅登機時間咧，仲有大概1個鐘頭，咁而家咧就去翻出邊個 lunch 嗰度休息一下，坐一陣先。26個鐘頭，好眼瞓啦而家，大鑊啦，只係喺英國嘅下晝1點幾。Hello， 我已經攞咗行李，而家咧就去揾緊巴士站。有個問題就係我未買到 SIM 卡，頭先我諗住連呢個 eSIM， 但係唔知點解我手機係唔 support 嘅，所以呢個我有啲麻煩，一陣間就要解決一下。有啦，喺度搞掂咗先都係。哎，呢度是火车站，但是我呢现在就决定要坐巴士，因为坐巴士呢就一程呢不用转车，1個鐘就去到了。咁睇嚟我是需要买呢个 National Express 嘅车费先。喺哪里买呢？ Hello， 几经波折呢，我终于买了由 Manchester 去 Liverpool 嘅嗰个巴士飞啦。剛才我都问啲火车站職员，佢话只可以上网买 National Express 嗰个巴士飞。系啦，咁我而家等多15分鐘就可以上车啦。而家好攰啊！其实我本身系谂住充满能量咁样同大家分享，哎，我终于嚟到英国啦。咁但系唔得，坐完26個鐘頭机之后咧，而家真系有啲眼瞓啦，开始。你仲要计埋时差啊嘛？而家咧喺英国咧就系3點半，下昼3點半，但喺澳洲咧已经系夜晚11點啦，好似争9個鐘。系啦，所以我开始有啲眼瞓。所以就講唔到太多啦，而家不如呢一集就去到呢度就完啦，好冇？我順利成功嚟到英國啦，搭咗26個鐘。頭先坐我隔離個乘客咧，又傾咗陣偈嘅，佢係喺南韓啊，首爾過嚟，佢都飛咗20粒鐘，大家都好攰，係啦。咁而家咧我就等巴士去到 Liverpool 咧，就 check in 個酒店，沖個靚涼，睇下之後就我可能揾啲嘢食，又或者聽下出去行下啦。如果我仲有精力嘅話，就繼續影；如果冇咧，就呢度完啦。话晒都系嚟到英国啊嘛，冇理由因为攰就唔影嘅。我再影下呢个巴士站啊，其实好有亲切感，因为我7年之前咧系喺英国 exchange 咗1個學期嘅半年啦，喺度留咗半年啦。咁所以成日都系坐呢啲 National Express 啦，跨省咁样去旅行咧都系坐呢啲 National Express 啊，够平啊，同埋都方便啦，唔使谂火车转车啊嗰啲，一程就到啦。咁而家咧我就喺呢度等。哎，终于嚟到啦！頭先佢話3點50分出發，但係嚟到4點架車都未嚟，幾驚自己 miss 咗。好彩最後都係嚟咗，大家一齊等嘅啫，都係。OK， 打攪曬。唉，橫掂都係啦，好快嚟一個 room tour 先。OK， 呢度係廚房，有張 sofa， 冇 view 噶啦，咁就廁所，好開揚嘅廁所。跟住呢度咧就係沖涼嘅地方啦，就喺度沖涼，睇埋瞓覺嘅地方先。呢度睡房啊，就係咁啊，好簡單。
Hello， 啱啱冲完凉，而家咧虽然好眼瞓，但系咧又好肚饿，所以咧决定去食啲嘢先。食完嘢再去 Liverpool 嗰个 Club Store 嗰度行一行。佢八点就闩啦，反正行完就翻嚟瞓觉。上嚟上面一层有啲咩呢？有哇，呢一个系最新出嘅波衫，但系个人觉得其实麻麻地，行埋啲睇更加觉得麻麻地。有啲颈巾，哦，有啲签名嘅波衫。其实个人嚟讲，觉得今年个个波衫都唔系好靓噶啦。都冇乜特別。19啊！我應該啱啱好夠高。雖然我仲係未換波衫，但係嚟啦。